天带土豆去逛万象城，先把土豆放进我们的小车车里。哇，有一只好可爱的柯基在闻土豆。哇，土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好可爱的小鸭子呀！我来摸摸它。哟，太受欢了！什么？你看它。好了，带土豆去购物喽，好多罐头呀！点罐头喽。这个都要一罐，好不好？老板买单。哎，好嘞！哎呀，土豆又来买罐头来了，好看土豆吧？土豆还叫叔叔吗？哦，真是哦，小叔叔吗？哎呀，还生气了？你上次还抱抱叔叔呢，就忘了？好啦，终于洗好啦。好啦。呀，越狱了！哎妈，越狱了！好了，马上给你屁股擦一下，我们就好了。有点缩水。他在家里老是挠痒，给他做个 SPA 吗？舒服一下。哎呀，土豆今天又来了，要做 SPA 是吧？好嘞。哎呦，不怕不怕。舒服棒，哎，不怕不怕。做完就不痒了啊，做完就不痒了，做完就舒服了。今天咱们准备洗澡了，土豆。哎呦，没事，你不认识叔叔了？还认识叔叔吗？认识吗？好了，不怕。认识是吧？亲一个好不好？这别凶我啊，不能凶我了。真的还可以啊。好乖。土豆的大脸脸，土豆的大脸太好捏了，这脸蛋肉肉的，太好玩了。很多宝宝留言问我，土豆的脸蛋怎么这么好看？当然是因为我们天生丽质呀。其实猫咪发腮和猫粮的关系还是很大的，虽然发腮是基因决定的，但是猫粮可以帮助猫咪发腮得更好看，所以我给土豆选猫粮经过了严格的排查，才决定给土豆买这款里兜冻干猫粮。土豆特别爱吃里边的冻干肉，而且肉含量和蛋白很丰富，吃的每一口都是肉肉。猫粮的营养足够，猫咪自然会长得越来越好看的哦。吃饱的土豆特别喜欢被抓，哎呦，太可爱了你！6月7日凌晨2:39，土豆突然在家里开始呕吐，吐得很厉害，不止一处，所以马上带土豆去医院。到达医院已经3:57，快4点钟了，土豆好乖呀！先给土豆做了口腔检查，
然后带土豆去做了 X 光片，显示土豆胃部并没有吃进什么异物。然后趁这次机会顺便给土豆做了一下血常规检查，也算是体检。检查报告显示土豆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，没有什么问题，一下子就安心了。回到小区已经是早上了，天都亮了，土豆这小家伙缠着绷带还抱着我呢，希望小家伙能一直健健康康的陪在我身边。上个视频土豆把我的这两把椅子都给抓坏了，今天土豆你这是转移阵地了呀。哎呀，你下来好不好，下来呗。哎呦，怎么开始舔脚的了，你是来洗脚的呀，你下来好不好，咱别霍霍这个椅子，眼睛这么大看着我。好了好了，你最可爱，你下来好不好。哎，你怎么还动手打人呢，你这个小猫咪，你怎么回事，你干嘛，听话听话，咱不坐这椅子，下来了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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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你好了，你想造反吗，张土豆，你是不是忘记了小屋屋了啊，还敢咬人，土豆我啊，还咬人了，还敢不敢了，不敢了，那你以后不许乱咬人了，也不许乱抓椅子了，听到没有。今天出门给土豆买了一个新玩意，还带震动的，等一下给土豆玩。嗯，我的椅子被土豆抓坏了，天哪。嗯，张土豆你给我过来，你这不是第一次了你知道吗，上一次我赔了人家床，赔了人家沙发，又赔了人家桌子，刚搬家没多久你这又要赔了，土豆。嗯，你以后要是再这样，我就把你关到这个小屋屋里，不让你跟我一起睡觉了，听到没有。那你知道错了吗，以后还乱抓吗，知道错了要再见无可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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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后不许乱抓了啊。